有些同学问我，你怕不怕死？我告诉我不害怕，没有这个概念，没有生死的概念。每一天随缘过日，问我你怕不怕死？不怕，真的不怕，一点都不怕。我有充分的准备，所以我不怕死，跟一般人不一样。我们天天想着西方极乐世界，念念念着阿弥陀佛。我劝大家念佛求生弥陀净土，我自己也能不做，我也不做，跟我学的人说我欺骗的，那我对不起他。极乐世界真有，阿弥陀佛真有，往生极乐世界的真有，天天都有，随时随地都可以到极乐世界，欢欢喜喜。